赛罗，你不要欺负拖雷基亚，你想打就打我吧。原来就在今天早上，赛罗正在看风景，可就在这时，赛罗被吓了一跳。不好，有怪兽偷袭。可是赛罗转来转去也没有看到怪兽。原来是玻璃被打碎了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而小奥特曼正在楼下。大家千万别告诉爸爸是我打碎的玻璃。嗯，小赛罗，玻璃是你打碎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拖雷基亚。你看他要逃跑了。好你个拖雷基亚，打碎玻璃还想跑吗？小赛罗不敢承认错误，赛罗还以为是拖雷基亚打碎的，他拦住拖雷基亚。赛罗，你是来打架的吗？做错事要接受惩罚。赛罗发射奥特光线，拖雷拉修姆光线。赛罗，你为什么要攻击我？你打碎我家玻璃还想跑，难道不该打吗？我可没有打碎你家玻璃。不要狡辩了。赛罗很生气，他变成了黄金无限形态。拖雷基亚，快承认吧，你是打不过我这个形态的。不是我做的，你让我怎么承认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赛罗激活勋章，八重破坏光线。爸爸快住手。是小赛罗来了。爸爸别打了，玻璃是我打碎的，拖雷基亚是冤枉的。竟然是这样，那拖雷基亚你去我家做什么了？是奥特之王让我去给你送奖杯，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。他们回到家门口，果然放着一个大奖杯。真是对不起了拖雷基亚。不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我不该说谎。